其实国外的护照没有。今天搭乘的是商务舱，座位已经有减好走道的位置。对，然后好像是因为已经没有窗户了，对吗？我帮你看一下。登机门下面是间座位，请你开。这个是贵宾舱前台，那这个是入境表，然后填的。中商的贵宾室只有那一间，对不对？对，是联营的。首先，日航商务舱旅客包括机票共会拿到四张单子，入境表、申请表，还有贵宾室邀请卡等等。松山机场只有一个贵宾室偏小，在之前 ANA 的商务舱影片有提过，但大约今年五六月会搬迁升级。这次在贵宾室也有遇到贴心的卡亚有过来小聊了一下，得知我不想吃东西后，拿了两小罐常温水给我。每次都一样温暖的松山机场，真的俨然成为新欢。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准备去登机了。日航777的商务舱算是121的与股共七排，座位空间主要用黑色和猪肝红色系。当时厂商跟我说订不到靠窗位，但总之刚刚地勤找到一个靠窗位给我了，所以本次坐在最后一排 7K 靠窗。座位上已经摆好枕头、棉被、菜单、拖鞋、耳机等物品。其实我觉得可以摆桌上，因为要入座的时候要一个一个拿起来有点麻烦。旁边小桌子上摆了一个座位专属衣架，可以挂外套用。外套挂钩在前方桌子上，桌子的部分按压之后就可以脱下来，搬下来之后可以再平移到更靠近座位的地方用餐比较方便。整体看起来大概就会长这样。商务舱的娱乐萤幕算是离座位有点距离，虽然是触碰萤幕，但吃饭时要过去按还是有点麻烦，建议可以使用座位旁边的遥控器比较实在。一样是双面遥控，正面主要有萤幕操控跟服务铃等等，背面就游戏版跟迷你键盘。刚刚提到座位旁边的遥控器，上方还有一颗可以自由调整方向的阅读灯。桌子旁边就是座位号码，还有各种插孔，包括万国插座、USB 还有耳机孔。上面则是一个小置物柜附上镜子，我等下就会立刻把拖鞋、耳机全部往里面扔。然后座位旁边有个升降手靠背，虽然我好像没用到就是了。座椅控制板则是在靠窗的桌子下方，旁边是书籍置物柜，就顺便把东西拿出来翻一下。日航呕吐袋一纸，777安全说明一张，日航机上付费网络说明一张，商务舱说明书一份，以及杂志两本，我随便翻翻，你们随便看看。枕头是绒布材质，很舒服，但个人觉得有点太扁太软，没什么支撑力。棉被则是日航条纹标配，不算厚，但够用没问题。还有刚刚附的拖鞋一双，我要带下飞机的，短程我觉得应该用不到。然后还有耳塞、眼罩、牙刷等，基本上应该都用不到，先全数塞进置物柜，不然很占空间。先来看一下菜单，等一下也准备收进书籍置物柜。日航二月的西餐是菲力佐洋葱苹果酱，觉得名字看起来就很好吃，直接跳过日本料理二月公餐资讯选了西餐。好了，总之日航的商务舱配备大致上是这样，介绍完之后也差不多在播放安全影片了，我们先准备起飞。You never started. You once destroyed a broken heart that was already shattered. Holding on to what we have to take us to the edge and back. Holding on to what we have to take us to the edge and back. 真空后先把电影调好，因为貌似空服要直接抢快餐了。本段航程不算长，果然空服下一秒立刻就来塞桌布了，应该一个瞬间就会接着来上餐了。我真的超喜欢这次日航的商务舱空服，记得应该是有两位空服在我这排服务，一位会说中文，另一位用英文沟通。虽然商务舱的服务本来就会比经济舱再更细心一些，但日籍空姐真的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我可以直接在飞机上喷泪的那种。再次感谢日航空服上个月来回两趟的照顾，因为回程在经济舱遇到了同个空服，长得很正，所以我立刻认出来，他也跟我打了招呼，表示又见面了。Anyway， 日航随餐附赠一包坚果类饼冰，直接带下飞机，反正我肯定吃不下。全餐之丰盛，重量也蛮惊人的。不得不说，除了配色摆盘精致之外，日籍航空的商务舱餐点真的都很厉害。上次全日空的商务舱，我记得也是假上上。
首先是一碗蔬菜清汤，以及旁边的主餐菲力牛排和蔬菜配料。牛排本身跟牛排酱表现都相当优秀，没记错的话，主餐盘我清空，连酱料都没剩下，除了牛排好像有点难切以外，完全是高分餐点。另外有奶油配面包以及沙拉跟黑咖啡，但印象中我没拿面包，这桌看起来要完食已经相当有难度了，所以直接放弃面包的部分。小菜这盘完全也不遑多让的美味，有鲷鱼洋芋卷、白酒炒虾头粥、帕马火腿木瓜卷，这个超好吃。另外还有一颗奶油起司球，也是一绝。最后打开包在餐巾布里面的餐具就可以开动啦。I've been flipping pages since I could remember. Of 2 degrees and 9 to 5, and I've been working after work since last September. Working after work, yeah. I stay up late on the weekdays. I never tell when we say. I never want to look back and wish I could have been.主餐完食后，空服立刻秒送上名牌冰淇淋，本人之雀跃欢喜，还有贴心的送上了一包日航牌随身卫生纸，完美的饭后甜点大概就长这样，是朴华无实的小确幸没错。咖啡的味道其实真的已经忘记了，所以说影片不能拖太久才剪，当时航程不够长，想补眠也没时间笔记，咖啡就让它去吧，我相信日航咖啡不会太差的。不过有鉴于影片中我还续杯了，应该是相当优秀我才会再要一杯吧，但失忆如我，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等等吃完之后，就准备在下机前铺个床补眠一下了。松山到东京真的非常迅速，机长已经广播差不多要准备下降了，立刻把椅背从软骨模式调回来，枕头棉被收一收准备归还之后，也把刚刚置物柜的杂物清出来通通带走。谢谢日航这次的照顾，希望很快可以再见面，拜拜。Executive Platinum, Platinum, Emerald, Sapphire, the main cabin, TZ, the blue lane.